Hello， 我是 Mating 的林昌二。大家好，我是 Mating 的哭哭。我是 Mating Neil。我是 Mating 的芬导。大家好，我是 Mating 的星爷。是 Mating 的小白。我休赛季的时候都有在练习，所以我现在状态维持的还不错，希望可以维持到开季。我休赛季的时候都在开直播，熟悉一下新版本的状况。因为有新成员的加入，所以我们还要再多磨合一点。我们团练最需要加强的就是如何带这些新人，灌输他们营运的观念啊，然后搭配上怎么配合我们。因为我们打法跟一般排位不一样，所以新人还没办法适应。我终于打到职业赛了，进职业赛就是沟通、营运这些的。我希望我可以为我团队做一份力，希望可以多打、多练、多沟通。我觉得我状况目前没有很好，希望可以在开赛前调整到最好。我最期待遇到闪电狼吧，毕竟我们上次冠军赛打好打满。我会做好准备，每个都来吧。我这季帮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先冲进季后赛，然后再慢慢来吧。我希望新赛季开赛顺利，然后可以成功拿下季后赛的门票。希望这赛季目标先放远，先进个季后赛，再看后续怎样。新赛季的目标带着新人不要输任何一场比赛。Mating 加油！大家好，我们是 Mating。